接着是讲三号战术的一个强点。三号战术讲的是中间那个点。我们看角球开之前，前锋就会跟着跑，把防守人员拉到远柱。接下来我们左中场拉到近柱，球踢起来其实还在飞。那这时候呢，中场中呢就利用这个空档在中间这个位置。哦，这时候右中场踢的球有点像小便球一样，要慢慢的掉，要掉到直接掉到中间的位置，然后由中场冲上去去顶球，直接进门。